少计来报，说刘备已率军进驻游江口，我听候大惊，却不敢相信。近臣，我亲自率兵前去探望。果然，刘备已经面山一江建营，营前飘着刘备的大道。看这形势，刘备是想攻取南郡了。程老将军辛苦了。南郡是荆州重镇，取荆州必先取南郡。大都督。 荆州是我们的，刘备如敢起贪念，不等他取南郡，我先引兵取了他。兴霸说的对，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，敌我形势有变，我们与刘备之间早晚必有一战。刘皇叔做梦都惦着荆州，这是自然的。欲取荆州，必先取南郡，这也是自然的。不过。 如果他们欲取南郡，不妨就让他们取好了。大都督，将士们千辛万苦击败了曹操，就是为了进取中原，夺取荆州九郡。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血汗性命，怎能让刘备独占便宜？如果刘备得了荆州，日后江东将会两面受敌，北有曹操，西有刘备呀！哎，兴霸这话不妥当，我们与刘备非敌，仍是友。 主公与刘备仍然要联手抗曹。主公，我这话对吗？既然仍是联盟，就不应该勾心斗角，而应该同心同德，共同聚草。至于他们欲攻取南郡，我看咱们非但不应该阻拦，反而更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。领主公，据我所知。 刘备经过前番恶战，营中已无粮草，春荒刚固，刘军中已经载马为食。在下想请示主公，可否以主公的名义赠刘备3000担军粮？恭谨心系大局，可喜可敬啊！至于赠粮之事，你尽管去办。啊，中将听着。 凡前线军务均由大都督做主，不用事事禀我，我断无异议。遵命。遵命。大都督，3000担军粮。 已经备好。嗯。末将这就去吗？嗯。那干嘛还不走？末将心里憋屈，想问个明白。问吧。南郡是荆州首要之城，如此重要之地。 大都督为何要拱手让于刘备呢？吕蒙啊，你看得见这水下面有什么吗？末将肉眼凡胎，看不出来。哼，不必赌气，我也是肉眼凡胎，跟你一样看不出这水面下有什么。不过。 我却心有灵犀，眼虽看不见，心里却能感觉得到。这底下正有一条20多长的大鲤鱼。哦。我把孔明当成这条鱼，孔明也把我当成这条鱼，就看谁能钓上谁来。 大都督的意思是，刘备的全部兵力只有15000，南郡的城池又坚实无比，守将是曹操的心腹大将曹仁，率军20000。任何将领都知道，
如果想攻取一座20000军的城池，他必须具备60000以上的精兵。刘备有吗？全无。无此力量，想要强行攻城，则必然大败。别忘了，这南郡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夷陵城，曹军上将曹洪据城而守。 与南郡护城犄角之势，以诸葛亮的精明，他岂能不明白这南郡虽好，却是暗藏险恶呀？既然无此力量，他们为何还要攻南郡呢？实际上，诸葛亮不敢攻，也不能攻，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要攻取南郡的样子。为何？ 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，他想激我让我出兵攻取南郡，让我跟曹仁杀个死去活来，他再坐收渔利。哼！所以我要送他3000军粮，这等于鼓励他去攻。我则偏要袖手旁观。大都督英明啊！无需多久，只要等上20天。 诸葛亮见我们无动于衷，不举兵攻取南郡，他就会沉不住气。等他跟曹仁打个2败俱伤，我们再迅雷一般的冲上去，一鼓作气取下南郡，岂不事半功倍？看见了吧，这鱼比我预计的还要大。 子敬，公瑾要给刘军筑粮，难道他真的想和刘备言欢吗？当然不，在下猜想，公瑾是在用计，他的目的还是要取南郡。南郡是荆州之首要，孙刘两家都要取，但取不好，两家便会交恶。且看公瑾如何取。 是啊，既要争南郡，又要避免彼此交恶，这就难了。我想，公瑾给刘备3000军粮，是想要刘备先取，他自己则后发制人。回去告诉公瑾，好生用兵。我即日返回柴桑，静候佳音。主公啊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 竟不召公瑾相送啊！哎，我若在此，公瑾不方便，我也不方便。我走了，他舒服，我也舒服。子敬，难道看不出，公瑾早就想让我赶快走呢？他想让我远远的坐在主公的宝座上，然后。 把前线的军权全都交给他，所以你就当着众将的面，真的就把大权托付给他了？因为我相信，公瑾无负于我，他定会战胜诸葛亮。 10副云梯，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，让那些东吴的探哨看见，咱们要强攻南郡了。做得好，这些东西不光是摆设，早晚咱们得用到它们。
弟兄们，你歇会儿。哎，穆军，大哥，都3个月没打仗了，嘿，俺们弄坏了。俺这一斧子下去，就好像要把那周瑜小人劈成两半了，嘿嘿，舒服舒服呀。主公，军师，吴侯差吕蒙送来3000担粮食，说是劳军，粮船已经到岸边了。吴侯差吕蒙送3000担军粮。我们倒是正缺粮，不过这挺奇怪的。主公为何觉得奇怪？吴侯知道我们要攻取南郡，本应该大怒才对，可现在他非但不怒，反而要助我军粮，不奇怪吗？如此装腔作势，定是周公谨防。那孔明，你觉得该当如何？ 李德，哎，你把这些攻城的用具都藏起来，不要露出痕迹。哎，你不是说过，咱们盗这些云梯就是给东吴看的吗？现在人家来了，为何又要收起来呢？没法子，周瑜比我想的聪明，你给他真东西看，他会以为是假的；你把这些假东西藏起来，他反而以为是真的。人家是聪明人呢。不明白，不明白。 咱怎么越听越不明白呢？三弟，把军事吩咐的做，快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兄弟们，快把这些梯子放在后面。一会儿吕公来了，我们一起。好。吕将军啊，吴侯真是大有古贤之意、明君之风啊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 我正要用兵，急需军粮，万想不到吴侯竟相助了3000担，真是雪中送炭啊！刘皇叔啊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主公说了，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。再者，江东富有，钱粮赋税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王叔若是不嫌弃，我主公可以再送些来。哦，如此厚礼，何以为谢？南山水蜜桃刚成熟，甜美无比。 我即着人采摘300枚，凡将军给吴侯带去，区区薄礼，烧制情意罢。哈，好多谢。哦，刘皇叔刚才说要用兵，不知用兵何处啊？啊？什么？我刚才说用兵了？没有吧？哈，皇叔刚才亲口所说，在下。 也听得真真切切。哎呦，那失言失言。主公啊，你刚才确实说了“用兵”二字。啊，子明也不是外人，我们就把事情告诉他吧。嗯，那好吧。子明啊，不瞒你说，上个月来，零陵出现了蔡瑁旧部，占住山城，拥兵为患。 我呢，想娶零陵，为立足之地。零陵，皇叔要娶零陵，而不是南郡。南郡由曹军主将曹仁据守，难呐。主公，主公，没看见我在迎客吗？退下，有事以后再说。哎，皇叔，有事你先忙，在下不急。 何事？回主公，刘琦公子又吐血了，大夫束手无策，公子一怒之下，领兵回江夏了。知道了。你告诉刘琦公子，我稍后即来。诺。来，子命，请。好。什么？刘琦也到了游江口了，而且是率军而至的。那个侍卫不小心说漏了嘴。你亲眼看见刘琦了吗？ 是他们禀报的，我没有亲眼所见。如果刘琦真的在刘备军营中，那么就有另外一种可能了。什么可能？诸葛亮不是做事，他肯定要攻取南郡。大都督，刘备军队只有100005000人马，攻取南郡，岂不是以卵击石吗？刘琦在江夏有50000多兵马。 他如果到了游江口，就会与刘备合兵，共同攻取南郡。
这两军加起来有6万多兵马，攻城足够。可是我在刘备军营当中没有看到一架攻城云梯。你所看到的是人家想让你看到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攻城器械中最可怕的也不是云梯，而是那一个。大都督的意思是，荆襄九郡原本是刘表的属地，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，最终还是落入了曹操之手。但是驻荆襄各城的守军之中，仍然有不少是刘氏的旧部，是本地士族，在南郡城也一样。这些人往往怀念着旧主之恩，如果孔明忌用了刘琦的兵马，又勾结了城中的刘氏旧部，那么去南郡城则大有可为啊。是啊，刘备还不慎吐露了一句，说他近日即将用兵，这3000粮草来的正是时候。末将趁机问他要用兵何处，刘备竟然搪塞说要去零陵立足。零陵，区区一座小城，何至于大动干戈？蠢话连篇，欺人之谈，简直使我东吴如无物。大都督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不必焦急，孔明惯使诈，我不会上他的当。此事真伪必须明辨而后断，我要亲自走一趟刘备军营，还要亲眼看看刘琦在不在营中。在下朝也思，暮也想，早就盼望能与大都督相聚了，今日如愿以偿，幸甚幸甚。周瑜早就该来拜见刘皇叔了，怎奈军务繁忙，一直脱不开身，赶请刘皇叔恕罪。哎，哦，贵军如此之雄壮，望之胆寒呐。好，知道大都督亲自光临，又惊又喜，当然要以这三公之礼迎接大都督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我也听说这刘琦将军由江夏来到游江了，为何不见呢？啊，刘公子病重，不能亲自恭候大驾。病了？哎，这病得重吗？长病还是短病？恶症还是小疾啊？公子他旧病复发，卧榻不能起。哦，那我就更应该来拜访刘将军了。皇叔请看，我把这江东名医都给带来了。公子他体型消瘦，精力不支，只想静养，不愿见客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替他拜谢大都督，足下呢就不必看望了。如果我坚持要见刘琦，皇叔会不会多心呢？哎呦，这是何话？因为我惦记刘公子。主公啊，既然大都督要拜访刘琦将军，我看还是应该请他去，要不然大都督心里肯定有诸多的不安。这话不错。好，那就请吧。多年不见，
没想到你一病如此。多谢公瑾前来看望，恕我不能起身相迎了。公子既患重病，为何不在江夏静养，却要到游江口来？不瞒你说，清香九郡是我先父故土，不幸被曹贼占据了。我率军到此，本想先攻南郡，再去荆州为先父报仇，不料旧疾重返，一时竟难行事了。公子大志，可敬可佩。在下就不打扰了，请公子安心静养，荆州早晚会光复的。多谢。江东多异事，事事暖人心啊。公瑾，前几日吴侯遣吕蒙赠粮，今日公瑾又听说刘琦公子病重，亲自送医。刘某实在是感激不尽啊！来，我敬足下一尊。皇叔太客气了。皇叔啊，某有一言，不知该不该问？请讲。刘琦移兵游江，与阁下合军一处，所谓何来？这个，莫非真要娶南郡吗？这个嘛，我正要跟大都督商量。怎么个商量法？公瑾啊，容在下直言相禀。曹操虽然遁回许昌，可是在南郡留下了精兵猛将，这颗虎牙不拔了，便是孙刘两家的心腹巨患。于是我主打算不避刀剑，豁出去几万人马不要了，也要攻下南郡来，以为江东之屏障。孔明先生真会说话，竟然是助我江东夺取南郡，果真如此吗？谁人不知，得了南郡就等于得到了荆州，咱们都是明白人。乱世之中，诸侯割据，最珍贵的就是城池土地。孙刘两家虽是联盟，但亲兄弟都还得明算账。此次赤壁血战，我东吴举兵最多，阵亡将士最多。恶仗打完，总不能让我主公两手空空，而刘皇叔却想独自摘取这胜利的果实吧？哎呀，呀呀呀！公瑾，我断断没有想到这一层啊！我只是想把曹仁逐出南郡，免得利剑当头，成天在你我两家面前晃。如果吴侯想取南郡，那我断不敢相争。真话，字字无虚。还是刘皇叔厚道，在下领情了。我也实情禀报给皇叔吧，我已奉主公令，调集五万大军，从江北进军直逼南郡，30日之内必降。哦，那我们只好静候大都督佳音了。曹操虽然赤壁大败，但仍然雄居中原四周，兵马钱粮远胜于你我两家。南郡守城将领曹仁更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大将，曹操用他守城定有所谋。东吴兵马刚刚经历了赤壁大战，马上又要攻城略地，在下替阁下担心啊。
孔明担心什么？担心阁下攻不下南郡，反受其累。孔明，区区南郡，我取他如探囊取物，唾手可得。哦，原来公瑾早就把南郡作为囊中之物了，敬佩，敬佩。孔明不必敬佩。30日之内，我如取不下南郡，那时便任凭你去取。公瑾此话当真吗？借用皇叔刚才一句话，字字无虚。好，就为大都督这句豪言，那我们就按兵不动，拭目以待。30天后，若大都督取不下南郡，我们就不自量力发兵攻取了。30日之内，我就在南郡城头摆下盛宴，邀请刘皇叔喝酒赏月。好，孔明先生如有闲暇，也不妨一同来。多谢大都督盛情，在下现在就想着那席酒宴呢，早就不饮而醉了。请，请。先知勿动，快躺下。刘某，多谢你抱病相助啊。周瑜走了吗？走了。他相信你们要攻取南郡吗？啊，深信不疑，甚至立下誓言，要在30天之内攻取南郡。这多亏了贤侄你呀、啊。如不是你抱病行船几百里从江夏赶到这儿，那周瑜万万不能上钩。只是这样累了你的身体，我实在于心不安呢。竟像是刘氏祖业本该由我率军夺回来，我无能，只有拜托皇叔了。说攻取荆襄故土出一把力，别说是周行百里，就是千里万里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贤侄这番话，竟生在天之灵也当深感欣慰。他当初要是能把荆州大业传给贤侄，那该多好啊。过去的事情只能让它过去了。我不愿父亲没有立我为嗣，我只愿父亲在荆州这么久，却对荆州的未来没有深谋远虑。要是当初他武功远大些，坚持将荆州传给皇叔，敢能丢了大业，又岂能有今日曹操之祸呀？贤侄，军阵，国军气焰正盛啊，奔袭百里还毫无倦意。某愿领精兵一支，
与之决一死战。好，牛将军奋勇可嘉，你们说，战是不战？战。战。上将军，我军赤壁新败，敌军气势正盛，按兵法，当以坚守不战为上，待敌气衰再战。为将者，乍逢大败，确实是应该避战。不但兵法上是这么说的，我料敌将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们细看城下的敌军军阵，表面严整，阵中却存在若干空隙，所以正因为我军新败，敌军骄狂，故而才有机会出其不意地打他一回胜仗。牛军，末将在。下面就是东吴上将甘宁，听说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如果给你500精兵，你是否敢出城和他交战？敢战。好，我亲自擂鼓，壮你声威。谢将军。上将军，城下甘宁率5000军马，你让牛将军带500迎敌，那岂不有去无回呀？我正是要他有去无回呀。弟兄们，跟我上车。撤。鸣金收兵吧，将军！将军，收兵！收兵吧！收兵吧！收兵吧！牛金率领的500个兄弟，还剩100个人呢、啊。好，杀得好，杀得好！牛金的弟兄，就快全部战死了。好啊，杀得好！你好好给我看看，我只用了500个军士，把5000敌军累得筋疲力尽，全都投乱了。值啊！500个弟兄全死了我都值。众将听令，末将在。城中的15000军马都到城门聚集，三鼓之后大开城门，我领你们全部杀出去。遵旨。上将，城里只有15000军士，这都豁出去了，谁来守城啊？南郡城就留你一人坚守。我一个人。不错，
就留你一人，你不必接战，只管给我擂鼓。你看，城下的5000敌军，刚刚战过一场，精疲力尽。我若以3倍之兵猛扑而上，就能在半个时辰之内把他们打垮。半个时辰之内，要是打不垮他们，周瑜就会带领大队人马兵临城下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战机，稍纵即逝啊！猛将，遵命守城。弟兄们，跟我来！混账，杀了我们好多兄弟。大都督，下令攻城吧。是啊，下令攻城吧。是啊，都督，下令攻城吧。看看那城墙有多高，如果强攻的话，南屏山上的树只怕砍光了，也不够做江东子弟的棺材。不强攻又该如何？把敌军引出来。折了上万兵马，形势如此危急，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应敌呀？周瑜不愧为东吴的大都督，善能用兵啊。夷陵失守后，我军已无法据守南郡，那我们是不是弃城撤退？弃城？南郡是何等要害之地，失了南郡，连荆州都难保，我如何向丞相交代？不，我宁死不弃南郡。好，那我们就固守待援。守是守不住了，我估计丞相他也发不出救兵来呀。那你有何良策？弃城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怎么样？前军来报，曹军兵分3门而出，腰上都附有包裹，恐怕是要弃城了。什么？出来多少人？据说已经有几千人了。原来估计他们可以顽抗几天，想不到竟然要走。赶紧召集全军，
追杀曹仁，同时夺取城池。诺。下撤，下撤。吁！大都督看，曹军弃城北逃，我们赶快追上吧。不急，再等下去，敌军要跑光了。看见他们的主将曹仁了吗？这倒没有。曹仁不出现，我们就不动兵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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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大都督，那个就是曹仁。烈火飞舟，你必须回。